巴西里约奥运开幕仪式将在我国时间6号早上7点盛装亮相。4号奥运圣火搭船抵达里约热内卢，受到了市长和热情民众的欢迎。巴西政府声称，这次奥运开幕仪式将组织一次从未有过的大型节日，并创下了多项有别于往届的历史之最。奥运圣火传递在奥运会开幕仪式举行时结束，最后一位传递者总是很神秘，通常是举办国的体育界名人。谁将点燃里约奥运圣火，怎样点燃圣火，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